到，再见，再见了。即、这个嘟嘟嗷嗷就去迄落调窗门，哦，调西施啦，啊，去啊调西施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马屁就是本性永远无性的，未生未死，哦，这点这就是自性性的本质。即你拢啊搞清，搞清楚，拢一定要搞清楚。所以这点咱一定爱知啊。咱人的本自性，哦，不生不灭啊，那个不垢不净。人的本性是啥？是圆满无缺，圆融无碍。本性圆融无碍，看无碍，听无碍，想无碍，做无碍。不管你甲我骂我无碍，你甲我笑我无碍，你甲我干掉我无碍。本性就是特色，本性就是安尼。安尼修行是了后，爱好啊，请我出来。有碍，请我出来，自然无碍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圆融无碍。特别顽强是无解啦，吼、哦，哦，哦，所以讲伊未，无因为伊特别未去受了，未去受了啥？外口伊的因缘，但产生果甲种，外口的因缘，佮外面的外歹，所有一切的环境，污染的环境，你的自性。去，伊特地给三千，是啥？过较钱，会去污染着咱的自身啊！会去污染的是咱人的色心，有无？色心哦，色就是分别对待，叫做色心。所以唯心唯心所现，唯色所变，色你才会当变，看到了变好变坏。你今仔对我好，我就听着我就好；对我歹，我就变歹。这个唯心所变，但是唯心所现，为咱人的真心本性所显现出来，哪来有好歹？哪来有过程？无，过程无，无，那你无过程，这点咱一定要清楚。有过程，拢是你唯心，你色心，色心产生个分别。讲色叫做分别，啊，哦、啊，意识叫做是分别，产生个固执，啊，所以讲自性就是不垢不净，又不惊人发生起分别，有分别是咱人的意识心，即讲啊，这个才清气，这个倒啊足清气，啊，规日无个清啦，这个才足惊人，本质有安尼，自性本质有只无垢无净，啊，我因为外在倒啊好歹来产生我。我的自性产生过程是这样的，不增不减，人之本性伊有增加无？是圆满富足，伊是圆融无碍，怎么是圆满富足？富足以前一面，对无？伊才分出在性不增，对无？在圆不减，有这句话无？在性不增，在圆不减，无因为你开悟自性，你有佛性的。简单，无因为你卖卖时阵，你佛性就减少，会安尼个，会安尼。佛性当中是相像，一百分就是一百分，无就会当跳到百二分嘞，对不对？会减少是你失信，你分别执着，你个减少。所以这点咱来清楚吼。所以呢，所以自性的因缘就是安尼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本来是清净，往不以来，往不以来，自虽见以来，阿弥陀佛之前以来，无虽见以来，对吧？本往不以来，你就是清净的啦。不过在了这个世间，受了气苦不变，为了世间的声色。因你本来来方便着咱人的自性，啊，自咱人的自将咱人的自性拢给砍掉的，我当流露出你菩提的自性，我当恢复你本来迄个清净的自性出来，是因为迄、那个
遐命里运来顶顶遐歹物件，甲你砍掉着你的自信，所以乎你的自信无当发挥自己尔，亲像太阳先生，迄个太阳的光，伊太阳的光发射出来，中间有乌云加压迫，所以光才发射袂出来。主要就迄个乌云啊，不要飞，迄个光就照常过来。咱人也是相像安尼，你自信会当如何？就是咱人遐歹物件拢丢掉，污染的物件拢甲丢掉，你的自信直接就流露出来，流露出来，就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这么简单尔，但是你背呢，爱有功夫，爱有功夫，爱转，爱对经看经看上心的，即种的大心，即种的经典，大心的经典，伊是拢。是要叫咱，就是要安怎去扫除心中遐业力，安尼尔。哦，先这点讲来清楚。哦，所以呢，自性本来就是清净的，是一点不净的。亲像南无先生，伊是处物理而不染，对不对？南无，归家一点较水，伊是处物理而不染，对不对？伫物理当中，哦，伊就去物染，对不对？伊完全归家非常水，咱人。就是安尼，哦，我本以来这点你听来听，哦，就前面有三年跟大家讲，人之初，性本善嘛，哦，哦，拢是性本拢本来的，原初迄个本性就是拢纯善的嘛。为怎样你即摆落来这个世间，来去太阳放火抢掉，变变遐物件一大堆，世间去污染着咱人，迄个自性的啦，啊，污染的。所以呢，菩提祖师本来是清净的，清净，啊，无污染的。但用初修，但是你现在你用的，你即现在你用的，啥物心？清净的心，你用这个清净的心，就是啦。假动啊，用清净心。用清净心，只要讲今天好食歹食，煮饭嘛用清净心，做工课嘛用清净心，赛车嘛用清净心，道亲拄道亲相处嘛用清净之心。你现在你用的就是啦，无论做妈妈的替囝，你嘛是用清净的心，对不对？我咧趁钱，所有一切都用清净的心。但是你现在你用的拢用这个清净心，初心就是清净心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清净心？嗯，清净心。啊，那个清净的心无？无。啊，佮你讲那有啦，放风火啦，风火是最差的啦，气温不能十年嘛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些有那热性的气温，那较大的时候啊，我啊较大是，你记得诶。也好办嘛！啊，你今日归讲特别后无领命啊，无领命的时阵做什么工啊？阿边呐，倒流浪去哦，到尾啊，前年那叫何阿去，伊讲啊，你王姐姐，你有上领导？啊，咁我讲我有上领导啊，我讲我高经理啊，他叫高经理领导，啊，高经理领导甲我讲哦。到尾时阵吼，都袂领导。到尾啊，迄阵不停，哦，不停领导了，都王点文书啦，第八点文书啦。啊，点文书点哪个服务，我叫王点文书点导。哦，啊，甲真好经理，佫有邱经理，邱经理、常总经理、董经理领导的啦。哦，迄阵就是甲董领导的。啊，怎啊个服务？啊，无时阵，咱嘛是讲，可能，你做个就这两经理，啊，无地方王经理，咱嘛是讲得亲的，啊，啊，这嘛是得亲关键啦，是咱大家中秋有缘啦，你见面的机会较济啦，啊，是安尼，会济嘛，正是较济嘛，啊，你老开班就来，啊，恁即嘛即个学校要怎么见面哦？就要中秋要开班啦，是不是？中秋要开班才有见面啦，啊，无即一年只了一届尔。哦，这一年一届尔，这也无讲一年过来届啦吼，这一年才一届尔吼，啊见面一届，啊时间你过去感觉出紧嘞，
啊，罗你讲想讲我旧年在办公室做吗？刚才一年来办就只进一单个这里搞，好无啊？足紧个，你有感觉非常紧无啦？哦，时间足紧，其实时间是无紧啦。啊，何况啊，讲时间足紧，就是代表咱食老啊，啊，动作有放慢啦，啊，放慢的时阵啊，对袂到，对袂到，就感觉讲时间足紧嘛吼。哦，是唔是安尼？有时间你一日二十四点钟，一分一秒到讲安尼，安尼过安尼过到讲啊，你啥物事惊啊？啊，最少要得行，伊讲讲单单无嘛，所以这点啊时间个非常紧。啊，既然较紧的时阵，老了，我时间是无钱，啊，把咱人生的头壳啦、智慧啦，所有拢那些拢会，拢会渐渐拢会减少，啊，啊，智慧拢会减少嘛，啊，头壳的记忆力嘛拢会减少，哦，是不是安尼？你看我有那些吼，啊，看经济看吼，讲我一句事就够好，啊，好事就足好。啊，足好的时阵，你家己记袂记？啊，你若讲真正头壳较好个时阵，咱少年时代吼，啊，少年时代你看车看咧，哦，那敢那亲像拢随记个呢？啊，即摆吼，若是啊看过来十摆，啊，咱看拢记袂记呢？啊，记袂记，你就无道理通讲呢，真正呢？你讲咩啊？就爱打草稿，啊，你打草稿是打草稿好处就是啥？袂乱讲啦，袂讲伊人跳变三啊，三跳变七啊，七啊跳变十啊。打草稿好处就是安尼啦，啊，你若记会起的时阵，就是代表你有用功，你有用心，啊，你若真正讲哦，话直接讲就是安尼，是啊，莫讲诶啦，迄个种作板侪啦，安尼啦，啊，这土语拢写作侪啦，啊，土语来讲，你用土语来讲，做讲诶，你要看话看话适合啊，啊，是毋是讲看话适合，啊，你要讲到要分析就好分析嘛。是不是？就阮想，啊，你是问题，迄人事你要记得头壳内，你要记得头壳内时，你要发挥，你才会自然嘛。哦，啊，自然就是道嘛，行路嘛是爱自然，哦，对不对？所有一切拢是爱自然，自然的就是道嘛，哦。所以呢，你用这个清净的心哦，安尼来行一切事，哦，就连对一切事，连对一切事，哦。面对一切物，拢都是爱用这个清净的心嘛，清净安尼啦。你看用这个心嘛，面对一切事，拢有讲过啊，用真诚之心。面对一切事的时阵，袂使用感情用事，感情用事的时阵，就唔对，就分别。就是讲，我结婚前的时阵，你对我遮尔啊好，啊结婚后的时阵，你都对我遮尔啊歹，对无？啊。啊，拢会安尼习惯谈，好无？啊，未结婚的时阵，拢谈恋爱的时阵，拢看到对方拢足好诶，谈都好诶，想也好，看也好诶，做诶嘛拢足好诶，拢无去看到伊诶歹处。但是结婚后呢，够讲，够拢会看到好，看到好无？够看到好诶？无啦，看到好诶时阵，即个家庭幸福美满，对不对？美满的家庭幸福人生。对不对啦？对不对？我某讲的讲咯，迄阵你当官台的时阵，讲你吃豆干三点钟无要紧。啊，即摆讲嘛等三分钟，就讲我目睭都倒去，后尾也袂吃，我后尾也只连阿摆啊。你讲我袂讲，对不对？啊，结论前顺啊，做好问题，啊，袂结论前啦，吼。啊，吃好问，啊，结论后的时阵，无讲我等三分钟，目睭做倒去的，无可能啊，对不对？无可能只连阿摆啊。袂安尼啦，修炼啦，毋过安尼都无采购去修炼啦，暂时安尼，哦，所以你用这个清净心对那面对一切事，袂使感情用事，爱用智慧用事。智慧用事的时阵，自然你就圆满，处事都绝对是圆满，是不是圆满？对不对？道亲不走正相处，你用智慧去面对一切事，拢圆满啦。因为是安尼才会圆满，你做唔对，我甲你包容；我做唔对，你甲我包容。安尼那唔对，对不对？是大家互相体谅嘛。我不将你搞，我你也不将我把你搞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你叫你用智慧嘛，是不是用智慧？所以呢，咱来去再去掌握这条，你用这条清净心，哦，初心的清净心，直接了解，逐渐了达，哦。逐渐了当的种，直接你要明了清楚，直接明了清楚，你就是佛，是不是？你就是佛嘛，
不要做分，你会感觉足困难的，会感觉足困难的，会啦，会感觉困难啦。哦，主要听这话听会入，做会到，你就是分。要做分就是安尼啦。哦，啊，不过咱哦，你安尼哦，实在哦，有闹一个高难度啦。哦，啊，你也是讲真正做会到，就是讲哦，咱哦。圣经真好啦，咱过去哦有正面的圣经啦，啊足深厚的啦，啊福地的因缘具足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咱过去正面因缘哦，咱今仔日听到玉祖所甲恁讲的，听到佛所甲人讲的，就伫你心中就生出你的法力啦。有法力的，咱有法力嘛？有，大家咱的善根深厚，对不对？这种叫做六祖所讲的这点的大乘的法门，佛所讲的这点的大乘的法门，这拢是咱过去时你听着欢喜，拢是你过去时种下无量无边的福德的因缘的。你唔是讲遮尔个单单讲听着，啊，你讲了后我拢听无呢？听无就是你过去是无正这个正这个因缘，啊，咱即世今仔日哦有这个因缘，啊，大有这个因缘，啊，好好啊来教，来参考做一个研究，听了作人讲，听了我家己讲，啊，对不对？这因缘就是古教，啊，这因缘古教，因缘啊古教的时阵哦，就是过去一分、二分、三分、五分。以正善根，以无量所正正正的诸善根，今仔日听着即种佛甲咱讲的，听着六祖所甲咱讲的，咱今仔日吼真正吼爱去啥呢？人迄个讲啥？爱去迄个啥？去边啊偷笑。其实咱嘛免去边边啊偷笑，今咱着大家吼笑出大声，心生欢喜，代表咱过去有正一段因缘，听着你遮的客气的。是不是？为你也听落，听落，即你讲个理想说的，讲、啊，你离一切诸相，即明心佛，离一切诸相吼，即是佛菩萨嘛，对不对？嗯。知影世间所有一切的名利文财，点点的一切拢是幻。你知影世间一切的幻，啊，安尼是就你当下离开，你就是佛啦嘛。嗯。是不是？即种是我各经内底拢甲你讲的，讲讲真真真真真个。离凡即离，离凡即觉的，离开凡你就觉醒，一个觉悟者啊！这拢是我较简单讲的。如果你系用心练心，啊，用心练心，用轮回心，哦，所做的是轮回的业，想要证明如来在即念海，终不能止，这拢我较简单讲的。因为一世人，你都无法当达到你的目的，因为轮回心就是意识心。轮回心就是意识心，意识心就是分别，就是对待，就好坏，啥物人较好，啥物人较坏，哦，这叫做轮回心。轮回心，你分别，你就是做轮回业，做轮回业，你想要到如来的大智涅槃，就是在这边，就是不生不灭，进入到如来这个境界，要达到那个境界困难，终不能止，止了我当然到达。我当到达迄个目标就对了，所以大乘的法门就是这里那殊胜，哦，大乘的法门就是这里那殊胜，哦，这点咱一定爱清楚，哦，所以拢是听着这点的大乘的，要做这点的大乘的法门，就是咱过去时见下了无量无边这种的福德的因缘，今仔日才会当大家互相做一个研究参考，啊。所以呢，伊佛嘛，佫甲咱讲，佛伊佫甲咱讲，开经偈内底甲咱讲，
这个情况有一句诗的话，敢有？哦，个先个就无啦。所以呢，这是叫做不能开经济。今仔日你要去读册，你要去读经，要去创啥？啊，伊拉就讲哦，无上甚深二妙法，八千万劫难遭遇。五经见闻得受持，愿解诸难真实义。念三界，念了了是讲，伊得讲佛教，伊讲阿弥陀佛，对无？你捌听人咧话？有啊吼，你若听到，你那是安尼嘛？我啊，电视看到嘛是讲安尼，讲安尼，这个开经题，开经题的意思就是讲，你要听这个经，就是讲你要开你的智慧啦。你要提出你的智慧，你才。参一本的经，即心心相印啊！啊，爱心心相印，对不对？因为无上的大话，唔是你讲因果，讲因果唔是你讲无上的大话，伊唔是你讲有修有进有得的，诶，法门。无上的大话，伊拢讲无修无进无得的法门。这个三个拢拢无，三个拢拢是空，空才会好用啊，手空才会好用啊，心空你才无依附啦，无依附你才无挂碍啦，你才无执着啦，你才无颠倒啦，你才无错乱啦，空才安尼啦。心中也无空，有物件时阵，手就挂碍，手就执着。是不是？啊，空有好用无？无嘛是好用啦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也无，哦，本来无一物嘛，玉祖来讲好无？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嗯。行到对啊，那也是去惹着尘埃。因为伊自性就清净啊，伊心就是清净啊，去到底拢清净啊。花间你话嘛清净，去基督教嘛清净，去对也拢清净。嗯。对不对？啊，咱呢有清净无？去到遐念着，也去到遐念着来啊。所以呢，这点就是咱修的上上法门，就叫你离相，叫你离相，叫你空，拢叫你空，叫你无，大拢拢无，对不对？有反正无无，有反正无无，大拢拢无，无就无执着，无你也执着，听着听着好，欢喜听着歹受气，嗯，对不对？产生分别对待。对不对？空无上好用，对不对？所以上中内底有十二支，好无？我慢慢来再讲过。修行一点个小塔，因缘修行一点修持一点个方法，好无？小舍舍障空无上执，双幻定净，这十二个就修行一点个功夫。哦，那讲到第几条全部讲了，对不对？好嘛，这是修行行持一种的法门嘛，对不对？修、舍、舍、障，无念妄想，执着上的几破的啊，无破嘛，点点一切，拢按修、舍、修就是修掉，舍就是停止，舍就是舍掉，障就是要障掉，这拢是无的物件嘛，对不对？这拢是无的物件。所以呢，不理解讲来讲，无相是上心，是上心相关，是这样的法门，最高是这样的法门，对不对？最高的法门是啥？上心的法门嘛。啊，无过有一项比这个较悬一种的法门啊啦，上好法门啊，心情非常的深奥。有清无？无了解你就是清，有了解你就浅，是不是 ？A、B、C、D 都唔捌，我 A、B、C 拢袂晓写，足深，你叫一个国队去来写，我一行字也袂晓，对不对？无了解你就清，有了解你就浅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今日你来正常性的法门，你听到上心的道话，你听到你爱之而无简单。水有重要，脏。我当时的时阵哦，眼也白明白啦，一个酒饮尽，身体也白白。
好奇你的恁个个号码嘛，周连进恁家你若未接较久的拢接嘛来。啊，伊开了较门，有好个，但是伊不是咱就讲伊做咩白给单位啊？对不对？迄个人我问伊个，超厉害。我某听着讲啥？讲要我问啊，开一个了好无？是看着人讲，人来看着鬼讲讲话，看着鬼讲鬼话，看着神讲神话。好啊，你啊，参研究几年？伊你靠近你的手，伊啊，差不多不难理解啦。当时伊讲的时阵，互我看我答，叫了咱落去，落去先有听无无听，啊，若做哩不难。十几年前的时候，第一听，啊，我互啊你一阵赞叹讲哦，实在无简单，即种法门，一年经咱二十号个啊，伊就有即种个这个高深的法门，知嘛？迄个人才好个，嗯，好，所以呢，咱啊了解，先了解，迄个是过去是见着了互相成亲的即种微妙即种法门，微。可以说喵有印证，字的物件可以讲，啊，搁会当讲喵咪，也就是喵的法门，就是要用心印心的心灵大法，用心灵大法啦，用契机，用契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当时要做形象，我做去到伊迄落。金碧的厨房，去啊！用那个、那个叫金光棒啊，安尼甲光三个，玉作是伊个了，就是代表五作讲你三个，你来搬遐，伊要传落来，好嘛？你叫做心心相印，即种叫做妙妙法。喵是不可思议，哦，不可思议，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名言，这就是喵。喵，我刚讲要引的，心灵大法啊。嗯。哦，这本书是谈到你的，你常常对我聊，这两三四个，有无？记得心肝头，在世可以方便我半斤，百外年来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。你拿点那书，你甲看，伊伫咧传道，你伫咧传道，你把你手无法动，好啊好啊，你无法动，本来心的所在，神经对我念念出声，是用神经，用咱身躯这个筋去组成，对吧？你也是伫宇宙中央，不然你用看，用去拍无空间。你看到那百货公司，是用你的眼睛，金才良心之意，不是眼色哦。金你才会活哦，金你才会当生之意哦。哦，说金你才当生一切万物哦。你用色就无哦，由眼睛体面自性的本领。你从叫咱看了，头尾你自装了，所以万法得超然，一番空天般云，得到安宁自在。过着一种清净一种生活，对不对？了的时阵，你讲你前面对我了，这两三四个，你对客人，对你已经客人造成一种的问题，对你已经客人，对不对？所以观世音菩萨用六根，伊是对你已经客人造成的问题，有无？观世音菩萨去听了海调音。伊就开悟出现，有无？六祖迄落啥？迄个六祖听着应无所住二心，其实是第二经。观世菩萨嘛是第二经，听着海调音，海调音啦，我伊就开悟出现，有无？是第二经开悟出现。那么世尊呢？亚道人称，有无？亚道人称，人称半个开悟出现，第二经开悟出现。所以咱修行是六根，任何用一根，你拢有法度通契入出现。一根归元，六根拢是归元。
对去上班，上班啦，对去上班，是咱今年去上班，对不对？所以释迦佛祖，伊就对咱今，六祖又对年今，反正菩萨对年今，过去迄上书嘛是小写，有无？迄上书真正讲安尼多安尼，你安尼卡卡卡，我卡落一个石头去弄迄个，滴啊，轰一声，轰一个，听落迄个声尔。听到迄个声，嘛是对你去建议，伊自身的本体。所以呢，咱来知。所以呢，这个妙法，你一定要用心心相印的妙法来做。哦，一千万劫难遭遇啦。啥物叫做一千？一千的意思就是讲万劫，一千万劫就是讲，咱人由生到死，我一日结束，一日轮回，搁一日结束。好嘛，由生到死都安尼一个结束，啊八千万劫呢，外国，无量无边，有外国无？安尼就是无量无边呢。那讲十二万九千六百年，这个定十二万九千六百年，对不对？有久无？八千万劫呢，一生到死一日六十年而，咱一个结束六十年而，八千万的你个生活偌济？难啊，困难去遭遇着啦，今仔去遇着，真困难去遇着啦，好无？困难无？今仔日人看你做人，真简单嘞，做人无简单无？无简单啊！就我比如说，讲六十几岁啦，或者，十四岁，我看电视看看，咱面对着，十四岁。我这头脑拢在做歹个，你三六三六，你六十八六头脑无够三六叫你菜，对啦，头脑无够三六叫你菜。哦，我说特别那个地地了已经哦，拢减退啊，足久足济人个啊，你若当出去在电话面讲，电话面讲收影上济个，你若看那个灾难遮少，有无灾难遮少？那个疫情你啊，你看个死遮济人个，人工死遮济人个，全世界死偌济人个？没办法。啊！你了解到未？少嘛，是安尼少，收的人侪，地点唔侪嘛，好无？收的人侪，接受唔少。你若看咧，啊，出事就了解到，无简单嘞，你莫看简单嘞，好无？啊，这种人个做人，你个今日下当，你只收的个无简单嘞，你若看咧，有简单无？有简单嘞，你一坐咧，单都袂行嘞，我袂听嘞，袂特别差袂大吼，对不对？一个条呢，咱一年好不都讲呢？安我这讲，这心情对不对？是。你若真个，大家拢大家拢搞赌博，我到这里讲，我就知道在讲，到这里那对面都打的赌啊。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安尼？对啊，无得赌博呢。啊，无得赌博，你人我这呢，这个搁无赌博，啊，听着这点好问，我你个听，听着就做做干，那不做干就讲的。啊，咱今仔听着，但最终出道率呢？代表咱个天地前途啦，福德个因缘具足啦。咱个多生个为滴把安尼呢，即个听着呢，你即个法力充满啦，法力充满就是为遮来呢，对不对？你听无，听着讲无做话哩个时阵，你就赌博嘞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滴赌博，我真赌博。我啊听讲个讲个讲无话个时阵，我讲讲赌者啊，赌赌者，是袂使咧，真难哦，啊，你赌赌者无法度啊。啊！你若听了这种哦，哦，这种个较深个法门是讲啥法门哦？听着哦，哦，你就感觉要再听下，就发条咕咕嘛。所以讲啊，咱啊讲开头笑啦吼。哦，八千万劫真困难去悟着，今仔去悟着，不简单。中华人先，三界难悟，金刀难防，定书难定，好无？素人，嗯，那个素人叫他定素义，素义呢？对吧？咱普通先生好，讲只素人变素衣嘛。哦，真无简单嘞，对不对？咱是做菩萨嘞，做东西个嘞。哦，千百个嘞，化身分嘞，对吧？咱种化身分嘞，落来嘞，化身分落来嘞，落来对对帮助孙子孙母嘞，帮助咱个点就是帮助咱个领个帮助咱所有一切人嘞，正常起个嘞，因为生死个出发是靠谱个嘛。你要达到究竟，解脱的时间是快乐的嘛？对不对？
啊，快乐是啥？那种生活变到世界嘞，啊，你就那心肝宝宝健康好嘞，啊，你拖嘞，啊，你这是健康生活嘛嘞，啊，无嘛，派一块有咧，较大些个咧，慢慢拖，对不对？是用那心肝嘞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讲八千万件难做，五斤，我今日目睭去看到，即不讲完就我讲完，你目睭去看到，见着是去看到。耳朵去听到，好无？你目睭看到这即句话，我讲的无？有嘛？你耳朵有听到无？有嘛？拢总有五经结文嘛。目睭去听到，即种面无相的微妙啊，深深的微妙啊，今仔听到，今仔搁去看到，安尼毋是你过去真正福报足大，对不对？哦，祖先都有一定。对不对？我那老公生着，我那老爸生着，无对的时阵，你都会去生着，生袂着嘞。你讲生着，生袂着嘞？王一强早起时阵，我爸人讲生着，伊福报足大嘞，叫王一强生着嘞，我郭台铭生着嘞，我张忠谋听着，伊张忠谋我属我，伊拢谈我，我咧打字，对不对？我讲咧，讲你王属我，伊张忠谋。在上讲七八个月了，是无这，咱拢也无衫，也无钱，对不对？那好危险啊！是讲查实际就好啊，是不是？对面拢无查实际，咱别个红绿灯我嘛是信号，对不对？我见一目睭去看的，耳孔去听着，你要用心去听的，用清净心去听的，去修行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你用清净的心啊？是啊。你用清净的心呢，才得得到呢。用意识心得得到啦，用分别的心得得到啦，用妄想的心也得得到啦，用执着的心也得得到啦。你要用清净的心啊，你才得得到呢。因为不光只是清净心直接所流露出来的，叫做真心本性直接所流露出来，讲出来一句话呢。啊！伊心是清净的，啊！你用无清净的心，你才会当相应，敢会当相应？会当相应啦，频道无同啦，是毋是？你转哦，你要转的哦，转无对哦，声音袂出来啦，会客气啦，是毋是安尼？是会客气咧，会客气啦，你要怎样？会客气，对不对？哦。啊！伊受持呢，接受行持呢，你要接受用清净心去接受呢，接受佛所跟你讲的呢，啊，更是心观了行持呢，对不对？你要看这个道理安尼，世尊安尼有教无？哦，用清净心去接受呢，那青青菜菜啦，啊，你讲的拢骗人的啦，后影世间上好佚佗啦，倒去啊，你倒好佚佗。西方见到世界，阿无我阿无去着，我唔知，唔是你无去着，你敢讲你无去？你拢过去诸佛菩萨在道中教我咧，你哪会讲你无去着？是未记一个啦，无你又未记一个啦，啊，互你未记一个较好啦。你若会记一个，讲我菩萨在等谁？你惊我咧？你惊我咧？会控告你自大咧？你有知影？我菩萨的时间呢？我菩萨的时分呢？哦，你会自大呢？啊，自大上歹受业上多。你若看咧，个个自大，唔好呢。哦，出事来的时阵啊，你就无知。正像我讲的呢，也不讲的呢。过去释迦牟尼有一个徒弟，好，讲一句诗，讲一句话，讲一句寄言，即马要讲一句搁未记一个，啊，即马后要讲一句未记一个，搁记者伊才搁未记一个，安尼，你是识行做咧一个徒弟咧，结果伊娘搁看到我咧，弟弟啊，你回家啦，你回去啦，你即无好啦，你回去啦。但是因弟弟听人讲，拢甲挂面当面时阵，哪里晓得？头顶若好，若好，好甲叫释迦牟尼知影。好啦，
你要紧啦，不用做啦，不用做啦，要老的啦，老的啦。伊讲哦，你拢去迄落厨房啊，去对啊，伊可做迄一寡较袂工课安尼落来。啊，念完你五分也是两三安尼啦。啊，你后是就来来来念到，讲讲开悟就行。嗯嗯嗯。开悟就行啦。啊，佮只同阿弟啊，吼了吼。记礼拜，你唔通讲讲等你家己记礼拜，吼、哦，等着讲啊，我无效，唔是安尼。就你发出真诚的心，得了。这是什么问题？所以呢，啊，迄个时候那个头发太白，迄有啥物精英？你弄一个精英牛哥呢？伊时候那头发也白，实际上做顶开的慧眼甲看，伊前世讲三藏法师，三藏法师，三藏法师，佮落海降世了，看伊头发真白，是啥物原因？只有一个因果。因缘果报，伊就是前世三藏法师有个暗波，暗波你敢听？嗯，我这句道理作好呢，你作好呢，你作好呢，行者，吸你家己因，无啊，让大家，无啊，讲让大家人知影，安尼好，你看我负担好，你若出事，出事那像迄个，像我和我讲的迄个做母亲，做做爸的是嘛？嗯哼，要看阴阳哥无有厉害无？有有有。你若看阴阳哥无，进什么阴，得什么果呢？对不对？你今日你若布施足济，你绝对就得到财富。今仔后尾今仔个张庄毛家个过去布施是足够济，你后面就比张庄毛头壳好个不老百岁，伊就是布施去得到财富。法师咧，法师你得到啥？聪明智慧。今仔日。